大家好，我是秋子，今天又来表姐家了。表姐带我来捡橘子，他们广西这边橘子，那个水果真的特别多。这段时间了，还有新鲜的橘子。在长呢？我在长呢，哎呀，我这哎呦，好难闻。聊聊天，干嘛还要过来？那你们定了的？哦，你没有没有，在下面，在下面。妹妹已经下去了。捡了一片那个茶籽，茶籽树。哎呀，那个就够了。哇，马水橘。这个树果子还在上面了，又接着开花了，好神奇啊！那边还有啊，不是一样的吗？但都是一样的。这都有点干。哦，那边有点干是吗？这个不干，这个大个一点。哇，这个小个一点。哇，宝贝，来帮我拉一下。嗯。朋友们，你们那边有没有这种马水橘呢？这个季节才成熟的橘子，我也是第一次见到，以前来表姐家她都没有种的。种是种。没结，没看到，上次来没看到，因为那时候还绿绿油油的。哎呀，妈妈，那怎么还？那就要下，明年就要结果了吗？以后要来广西住了，广西太多水果了。过一段时间就有梨子卖了。梨子，真的？对呀，我爸爸种了好多梨子树。你爸爸种了好多梨子树啊？对。你爸爸太能干了。是你们自己家的，又不是。来接过来嘞啊！哇，一大秤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哎呀，还有个虫，看，瓢虫，要掉吧？要等一个。妈妈，跳不跳起能跟过来？跟哪？好了嘞。这几天没能安眼睛，要不又一下肥料了，马上收。啊？留那呢？嗯。树毛也管嘞。管啊！时间来了，那么大那滚滚的，要么那摁了嘛嘛，要不就那那肥料了，等我马上把人收一。呵呵呵呵。这样子。好大一串，好了，我们已经捡了有大半桶了，我们先回家吧，下次想吃了再来捡，对吧？回去了，你小心点，不要再摔跤了啊。